据媒体报道，国内外电影人还在天火酒会上共同见证天火仙岛海报惊天动地的曝光。海报采用了洞中取镜、以小见大的别致构图，以虚化的背景凸显出一辆正在全速行驶的吉普车，而吉普车后视镜可以看到车的身后是正在喷发的火山和即将被火光爆炸、火山灰吞噬的城市，惊险气息扑面而来，每处细节都暗示了这场逃生逆战的惊心动魄。非凡娱乐实时报道。